又是我们难得的出游，我们先来到新竹的香山湿地，很少人哎，而且很美，而且刚刚其实有下雨的。然后我们来到之后，现在大晴天，超好的，风实在太大了，我们的刘海不行，就是直接一直这样子。但其实我们还好啦，佳佳姐姐没有，她直接金毛狮，那个金毛狮。结束了刚刚的第一站，因为风实在太大，我们接下来要去吃什么？海鲜。太慢了！天哪，现在我感受到清楚的强大风，好阵风，下雨哦！天哪，这太可怕了！刚刚经过抢修之后，我这雨伞竟然还开花！哎，我看头发飞成那样就算了，然后结果现在它也给我开花，好险还有这一把大师的雨伞。风又很大，真的，然后就肚子饿了。要来买于浩庭推荐我的汤麦奶，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必喝的。要洗啊？为什么要洗？我们在好市多才买完民宿烤肉哩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准民宿，超扯的，有够大啊！哦，这边好监视器。大状况，可以进来装就可以了。很大，拖这里啦，真的很大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你们看，这边很好啊，这边可以打撞球。可以坐着，可惜今天不能打篮球。重头戏是楼上，楼上有一个超酷的东西。这里就是厕所。对，楼下有一间厕所。厕所高不高级？哇！然后楼上有两间厕所，自己家。我带你们来。富家千金在炫。对。你们真的会进来吗？好，这个衣柜超酷的，哥，节目你开这一间，你会吓一跳，真的，你开开看，交给你开了，哥，你开开看，打开，没有，你这么紧张啊？上次叫我闭眼睛，然后喝那个什么那个，你是鬼脸吧？现在又要这样子，是现在又蒙眼，然后叫我开。这次的房间真的超棒的，我们家几个人？二、四、
个，我们有八个人这么多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，七个人，我们注册一间一晚，大家猜猜看多少钱？哇，有我们哥哥帮我们专业生活好，脱水刷地中。现在我们要来准备烤肉了哟！天哪，姐姐你好贤惠，我真的没有像你这么贤惠。很厉害耶，泡菜，反正你也只是拿泡菜，其实也还好。我刚刚拿甜不辣。哦，对，是还可以，加分加一分。然后大姐，哦，大姐负责上厕所。我刚刚上厕所是为了增加我们战力，我们是我们最坚强的战力，因为怕你们东西吃不完呢、啊。真的很辛苦。急、欸。大家在好市多买了这个大个猪五花火锅片，可以来烤来吃。然后还买了这个金螃蟹拉面，然后还买了盐巴。还有鱿鱼香肠，还有刚刚已经看过的这个小菜盘。重点，他们说好事多的青木瓜海鲜沙拉超好吃，但是我还没有吃过。还有很多的饮料，跟忙碌的姐姐们可以。啊，那个我也有。大姐，你也是姐姐们，你也要很忙碌。有姐姐们在厨房，真的一大幸福。我们除了刚刚的料，还有这个香肠、糯米肠、甜不辣、花枝丸、玉米笋、香菇、肥肥的三层肉、鸡肉串，刚刚买的那个肉片，这锡箔纸，这个是蛤蜊，我们七人份。今天晚上就是板豆，吐烟有没有？今天吐开，哎，这拍不出来，哎，有，拍不出来，有，今天你也会烤肉，哎，是不是要吐架？直接把上面的这样子吧，这个吧，直接硬把它拔开了。不是，它这小小个，这样拔不起来吗？怎么那么好打？对，就只有小小的。个都是烤肉的大高手，会剪会剪，会翻的会翻。六七八，果园、菜园、动物园、菜园。还有这个，看一下。